现在找这个人有点困难，除非他又有人发病嘛。比如说这三个人又感染到某一些人，这些人发病了。但是我没有人发病，或者要没有人发病，现在就很困难，因为你现在没有抗体的检验，你一定有抗体的检验才知道谁感染过。你现在用核酸感染过以后，可能就消失掉了。所以现在工具上缺乏足够好的工具。有抗体的话就差很多，有抗体那工具就强很多。嗯，OK， 好，拜拜。